本月20日星期三上午9点，由南方大学学院携手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 PERKESO Malaysia 举办的丰富人才成长 SUC MYFutureJobs 2024大型就业展于本校智雅大礼堂隆重展开。本次就业展汇聚近50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参与展出，除了为本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，同时也开放让民众及所有求职人士一同参与。除了能与各大企业交流互动，还能和招聘经理直接进行现场面试。此次活动旨在培养未来人才，为我校学生及所有求职人士做好职业准备，加强技能，探索职业发展的全新可能性。南方电视台李乐怡现场报道。